叫严鹤，我从2011年的时候来到少林寺的。来到少林寺那时候大概是17岁吧。我来到少林寺之前调皮捣蛋，喜欢爬高上低的，从小自己也有一个武侠梦。来到少林寺之后，每天的生活特别枯燥，除了训练就是上殿，好多次都想回家去了。练武的3年后吧，就开始接触到了普刀。一开始练的时候，不是你练普刀，是刀在练你，因为普刀当时对于我来说特别重。普刀呢，它有18式，它主要归纳于扫、刺、挑、劈，它是利用刀柄、刀刃以它本身的重量带动它的刀，然后挥舞起来。摇刀回身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它是要杀敌的话，刀是直接放出去的，以斩妖为首，刀出去了，防止敌人的一个进攻。回旋式的劈砍，然后从上往下劈下来的，这样的力量是比较大的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东西能够挡住的。因为它刀身比较重，你用胳膊是带不动它刀本身的，要用到你的脚部力量。在练这个过程中呢，脚一定要稳啊，你脚上没有力量，软不拉几的，那不就被让刀带跑了。然后其次就是到腰。你只有腰就有劲儿，你才能耍得动大刀啊。从此上力，踏实下来，听到了没有？听。走。四。快点。住。每天的楼梯街，先小碎步，以后往上跑，跑到顶以后，然后再以俯卧撑的形式爬下来，然后每天这样的重复训练。快点。四。啊，当初来的有8个人。然后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2个人，其他的师兄弟都出去了。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对我的印象还是挺大的，我在想那大家都走了，那我一个人在这是不是感觉特别会孤独。但是其实不然，你慢慢时间久了，少林寺也是我的家。OK， 他们Hello, guys。 全球各地的地方都有很多功夫爱好者，他们有时候会想念你了，然后我们大家会让你通个视频，或者他们自己一些动作想不起来了，他们会给你发信息，然后问你这个动作怎么去做，然后或者说让你再给他们录一段视频给他们发过去。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一些互相交流。 Fast action, please. Yeah. Fast action. Yeah, power. One.少林武术中注重的是禅武合一，而禅往往来源于生活。然后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去旅行，然后去看一些风景，喜欢上了飞飞机，因为飞机它能拍摄到不同的平时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风景。生活中恰恰需要不同的角度去面对它，让我对生活有了重新的认识，懂得了一草一木皆为禅。